所以你会希望他讲话浮夸要怎么调整吗？嗯，因为他太容易称赞人的部分了，嗯，所以我希望还是观察一下下。好，哦，这个我认同。不要那么容易，再把那个人有没有那么好，好，真的有那么好，好，再来做这个浮夸的称赞。好的，好，协商成功。好。